家里开小卖铺是什么体验？你开小卖部是什么体验？经常点外卖的一定要知道这个，每周末都有大红包，每周三都有满减，名字放在评论区了，比直接点外卖便宜多了。你开小卖部是什么体验？你开小卖部是什么体验？离开小卖部是什么体验？离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家里开小卖部是什么体验？